台湾唯一三铁共购上市知名品牌樱花建设，在此打造区域稀有正三房大四房。高铁之一樱花永站、樱花月站，带你来看。通勤族跨县市南往北返，台中高铁绝对是重要枢纽。整个高铁特区可快速串接台一线、七次快速道路、国一和国三。樱花建设深耕高铁特区开发已经有十年，累计超过1000户在这成家。这次推出樱花永站、樱花月站是第八号、第九号案子。樱花永站位居高铁特区正核心，规划地上15层、地下4层，房型为正三房，38到40平，4房47平。樱花月站林园道面公园对面还有正在新建中的全民运动馆，规划地上13层、地下3层，37到38平3房和47平4房。受限总价，许多个案房型大多走小平数，但这次樱花建设主打正三房38到40平或大四房47平。无论是精英首购或是首换，都有机会在熟悉的区域享受未来红利，同时住得更舒服。